港府應強制本地醫護專科以及喺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要蔡雙方為正方德蘭中學。5家私院的病床使用率只有60%以上，而其余3家医院使用率为零。
同埋份比可見咧，私院嘅人流量咧其實遠遠不及公院噶。要應對大量嘅病例嘅，要需要應對大量病例嘅經驗，只有公院先有機會經歷學習。另外，私院缺乏部分公院有嘅設施，就例如係初生嬰兒監護病房，可以應對早產、嬰兒病發症等緊急嘅情況。一嚟係婦幼病房，可以預防傳染病嘅蔓延。以上兩項咧，其實大部分私院都係冇噶。而公私營合作作為香港未來醫療發展嘅新趨勢，要喺公院服務一定期嘅私院醫生，就更少機會因為缺乏經驗造成混亂。除此之外，醫科生喺畢業前嘅四至六年到公院實習，絕大部分都只係睇而唔係做，所以當面對一啲罕見病，容易因為經驗不足造成誤診嘅情況。相反，畢業之後去到公院服務，做主診醫生、制定醫療計劃，全部門都要作出決定並且承擔責任。以上幾個都係實習醫生完全唔會涉足影響醫療質素而有必要學習嘅範疇。仲想買油光，醫生嘅兩大利處有乜人可唔可認到呢？有啲咩弊處可以凌駕於呢兩個利處之上呢？就各位。Thank you.
會迫使醫護離開咧？成嘅話要點樣解決咧？多謝各位。跟住係供電環節，供電一方可自由邀請對方一位電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打問，亦不得打斷供電一方發言。如有違規，供電一方可即時指出，並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供電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由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供電分數的時候，請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先是反問分數。好，而家請正方自由派一位辯員作供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好，正方供辯開始，你有兩分鐘的時間，請準備好。請問由方對比英美澳日星等地區，每一千名病人只有2.幾，都有2.幾至3.幾位醫生，而香港公立醫院係0.9。請問醫生對病人嘅比例係咪香港最惡劣？承唔承認現時目前人手不足嘅問題咧？所以有方都承認咗人手不足啦。咁有方你方案之下可以點樣解決大量嘅需要大量嘅醫護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呢啲有方而家我哋見到。有方直接答我用咩方法解決？我而家改善咗，但係有啲公立醫生已經係對方，你再改善點樣解決咧？我哋而家提升到咗，但係有提升到有冇提升到係點咧？係加人工定係點咧？我哋引入海外醫生加人。我哋有冇啱啱咧就話引入海外醫生啦？但係有冇我哋見到每年嘅穩定性咧，可以見到畢業生咧每年都平均500個入嚟嘅時候，有冇你又點論證你嘅入海外引入可以有足夠嘅穩定性咧？係咪要先引我哋見到公立醫生？有冇你同我對比穩定性？你嗰個係咪有更加好嘅穩定性？係啊，但係有乜？好啊，有科學，你話你嗰個更好嘅對比穩定性嘅時候，你同我論證每年一定會引入幾多個外科醫生？佢諗先，有科學你同我論證可以引入幾多個？有科學你同我論證有幾多個先？咁我哋先可以繼續講科學噶嘛？而家我哋見到所有醫生都有。可以有幾多個？直接答。我哋見到而家會有海外醫生成。有成千個，我哋嘅數字論證喺邊度？數據。我哋見到嘅係醫管局嘅註冊醫生名冊。醫管局的註冊醫生是否確保都每年都有1000個醫生來這樣做？但是有方你是否確保？但是有方有方就是否確保？有方論證不到，我們由今天有方都論證不到確保到是每年都有平均引入的時候，有方有何來反對我方的方案呢？再說一下，有方說原來可以增加一些的增加醫生的收入，但是現在是有根據一些薪級表的，不是你想加就加的，可能你有沒有論證的可行性？我有個理論，而家每年畢業生人，咁我理論證明咧點樣加人工先？而家每年畢業生人數睇到嘅時候，我哋有翻有翻，而家畢業生已經係喺公立醫院做嘅時候。咁我哋等陣先，我而家問緊你嘅係你點樣確保到可以加人工？嗱，我哋見到我係有翻有退啦，即係對。有幾多個人會去外國讀書？好啊，不如我哋嚟睇下香港。
淨係39個啫，但係我方方案每日可以穩定有500個醫護專職醫生去公立醫院嚟做呢個人工手術口。有冇同我問一個問題啦？39個對比500個，到底邊個更多？咁請有冇同我正面回答啦？好啦，今日有冇同我同我哋講承唔承認會醫業流失醫護人員喎？而有冇反而會嘅？但其實有方今日就同我哋講啦，佢哋會去外國讀書啦。但有方今日就冇俾到任何一個數字話俾我哋聽，到底有幾多個人去咗外國讀書喎？但反之，我哋方案係有500個醫生、700個護士、1000多人嘅醫護人員會去到公立醫院服務啦，增加人手啦。咁有方話佢哋會流失啦。咁係唔係呢1000多個人全部都會去曬外國嗰度讀書，去曬外國嗰邊工作先？有方冇任何一個數字，咁又點樣論證到？又點樣說服我哋話俾我哋聽？其實根本就會有人外國讀書咧，再者更加跟住有方同學咧，根本就冇答到我方最後一個問題，有乜嘢貴處可以凌駕到我方嘅兩大利處？咁其實係咪因為我方都明白，根本就冇一個反效果，根本就冇一個貴處可以凌駕到呢兩大利處？而啦，公立醫院人手不足嘅嚴重性，大家知唔知咧？根據香港護士協會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每位公立醫院護士對病人嘅比例係1:11，晚間時分更高至1:23，係嚴重超出國際標準㗎。長期短缺嘅醫護人手會唔會係咩？咪就係49宗嚴重嘅公立醫院醫療事故，當中有20宗係遺留醫療物體喺病人體內，更例如開錯藥令病人情況危急，造成急性肝衰竭，連醫院自己都承認嘅醫療事故急速上升嘅原因，咪就係因為人手不足咯。咁所以咪問翻有方啦，增加強制畢業生喺公立醫院服務係唔係可以增加人手先？有方同學冇必回答啦。而經驗方面，聖保祿私立醫院一名護士就係因為經驗不足，所以先至係幫病人注射強心藥物嘅時候速度過快，差啲釀成大禍。聽完係因為經驗不足，所以先至釀成大禍。但喺現況之下，醫護畢業生正正可以喺為公立醫院服務嘅定期之內，每3個月去轉一個部門實習而獲取經驗。毋庸置疑，事實就係當佢哋嘅實習時間越耐，接觸嘅病人同病例就越多，拎到嘅經驗亦都更加多。係咪更大程度避免咗經驗不足而引起嘅產假先？再講啦，公立醫院有大部分私立醫院冇嘅負壓病房，用於隔離傳染病患者。但若果護士長期喺冇負壓病房嘅私立醫院工作，有冇承唔承認佢哋嘅技術就係冇嗰啲長期喺公立醫院接觸負壓病房嘅護士好呢？所以全部試想一下，如果當2019年的時候已經有大量護士因為在公立醫院實習而獲得負壓病房，但是今天疫情前有方如何解決經驗人手不足的問題呢？但原來我哋見到私家醫院都有好多唔同嘅病例啦，甚至立法會議員
林議員都話，我哋而家可以有啲新嘅癌症患者喺嗰度，點解呢啲唔係經驗呢？所以其實公立醫院同私立醫院嘅經驗各唔同嘅時候，有冇而家會一味就話，哦，公立醫院一定係好啲咧？